考上了，这就考上了。嗯，我也看不明白呀，这个妈，我爸呢？你爸今晚上在村里放电影，哎，回来回来，你晚上看电影的事，你告诉他就行了。妈妈今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，庆祝庆祝姐姐考上大学了。庆贺庆贺，走吧走吧，进屋进屋。 我这是什么阵营？大伙儿安静一下！今年十，大伙儿安静一下啊！借今天晚上放电影的机会，我给大家说个事儿。我们的放映员，杜老梗的女儿杜鹃，已经考上省医科大学了。这可是咱们村这么多年来。 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女娃啊，在这儿，我代表村委会和全体村民，向杜鹃和杜老耿一家表示祝贺。好，好，好，继续看电影。是谁？来自山西雷锋红丝。要干一整天的话，恐怕不行。我下午还得上班呢。我要干半天的话。 娟儿交学费，这哪来的呀？私房钱，攒的呗。好啊，不学好哈，你攒私房钱，忒儿挺大呀你。听妈妈的话啊，杜鹃呢？你到了学校，记着给妈打电话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妈。 哎呀，你爸说是来送你的，怎么到这会儿还没见人影呢？他应该是在忙吧，没事的嘛。你哪来的钱啊？蓉儿，你哪来的钱呢？啊，哈哈，快来了吗？我走了，哎。 叫杜鹃，嗯，我叫叶慕云，我叫顾琪，你们好，你怎么淋这么湿呀？我没带伞。哦，你这么多东西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哎，你们好，我是李小阳。 Thank you.
我要看看助学贷款。什么助学贷款啊？这个还得回家一趟。对啊，那就回去一趟呗。 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再看。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杜战同学，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抓到犯罪嫌疑人的。 怎么了？杜军你好，我们已经查到了那个骑摩托车的叫高鹏远，他贩毒吸毒，被劳教过3年，出来以后又因吸毒染上了艾滋病。他的老婆也因为被他感染，已经在半年前去世了。根据你昨天描述的，高鹏远在你的胳膊上留下了一道开放性的伤口，我们也很担心你会被感染，所以呢，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。 艾滋病病毒，它只存在于山种传播途径，近传播母婴。我们也很担心你会被感染。我们也很担心你会被感染。 杜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可能得了那个病了，艾滋病。你去检查了吗？我去了，金苗出筛，结果没事儿。但是医生说，这个病从感染到确定，要有2周到3个月的窗口期。 他还要让我在3个月以后再去做检查。潘老师，今天是第7天，还有83天，我一天也等不了了，我不知道我再怎么等下去。
你应该知道，这种感染的可能性是很低的，你可不要自己吓自己啊！即使确诊感染了，这种病在无症状期可以持续很多年，而且现在艾滋病的指数可以控制干预的。老师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。 所有的这些事儿都在我脑子里面，它时不时的就跳出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想再想了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我不想再想了。像不像你？ 像脸，不像你我就不买了。哎，哎，哎，价还我，我看一下吗？回来了，那个，你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其实没什么，我们大家都不介意是吧？对，我们怎么可能介意呢？再说只要大家注意点，比如什么伤口啊，什么溃疡之类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不是说好要劝杜鹃的吗？你那是劝吗？ 墨云，你也搬走吧。你在这待得好好的，干嘛搬走呀？墨云，我求你了，你也走吧。我不会走的。墨云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。 但是我快疯了，我受不了别人小心翼翼的眼神，我也受不了所有人经过我之后他又故意转过头来看我，还有宿舍这些空了的床，我更受不了。你明明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你还故意装作一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，你别碰我，杜鹃，慕云。 国旗，唱国歌，向国旗敬礼。起来！奉命祖国人民，奉我们新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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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奏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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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师，您是浩宇老师吗？你是？我想来这儿工作。你知道我们这是艾斯孤儿学校吗？我知道，我在网上查过了。谢谢，我们这不缺。这些我都会干。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采访的？其实我是想来工作的。哦，咱们这儿有几个工作人员啊？三个，我一个，浩宇老师一个，还有金医生。姑娘，照顾这些孩子可没那么简单。别说话，赶紧吃，快吃。末班车没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咱们走吧。我没打算要走。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工作呢？我真心告诉你，这不适合你。你这样，我今天晚上临时给你安排个床位，明天一早你就走。你让我留下来行吗？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。你今天已经给我添麻烦了。你问那两个空盆为什么小朋友没有来？孩子们告诉你，他们上战场了。而事实呢？那是两个艾滋病的患儿已经死了。我去给安排床，明天一早你就走。明早起就走啊！浩宇老师说了，你今天晚上就睡这张床。那您不在这儿睡吗？我家就住山下，离这不远。安排完孩子们洗漱，我就回家了。孩子们，赶快睡觉，快！浩宇老师一会儿要来检查的啊。他哪个睡得乖啊？不睡省不了，乖乖的啊，赶快睡觉了啊！你干嘛不睡觉啊？姐姐，该走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姐姐，喝点水。我以前做噩梦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倒水给我喝，后来我就不害怕了。
谢谢你啊，快去睡觉吧。高文，关灯吧。每天早上7点钟准时来给孩子们做检查。你跟我来，到时候给孩子们吃药。拍好，拍好了。孩子的亲属啊？不是。志愿者。他叫杜鹃。您好，金医生。你好。现在到食堂去看看，那一袋米多少钱？那一袋面多少钱？我们都是有计划的。可是我也不是没干活呀。那多一个人多个负担啊。你为什么非得要赶我走呢？我把我的道理无数遍都跟你说过了，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嘛吗？我特别想给你未来写封信，等你以后你就明白了。对对。老爷，老你有事啊？你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啊。你怎么跟人姑娘这么说？一个小女孩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出来干啥？无非不就是跟爸妈吵架了，要不就跟男朋友吵架了。待一段时间她还得回去，可是她走了没事儿，孩子们受不了，孩子没有感情，对不对？闪这一下子能行吗？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她要是不回家呢？上别的地方去了呢？有危险呢？怎么办？你忍心吗？再说了，这些孩子跟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在一起多孤单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姐姐，玩得这么开心，这不挺好的事儿吗？咱们多留他几天，能吃咱多少饭啊？听我的啊，走进来，进来。杜佳，浩宇老师刚才脾气不太好，啊，你别介意。浩宇老师已经想明白了，学校就他一个人，忙不过来。你先帮带带音乐课什么的。
让我去准备一下。安静一下，大家安静一下。这位是咱们新来的老师，他的名字叫杜鹃，大家以后给他叫杜鹃老师。大家欢迎杜鹃老师。欢迎杜鹃老师。杜鹃老师是姐姐。是。来吧，跟孩子们说两句。以后呢，我不但是大家的姐姐，更是大家的老师，所以希望你们在上课的时候要好好的听我说话，好吗？好。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杜鹃老师。小不点经常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总是说他在等他妈妈来接，其实他妈妈怎么都不在。开春，他爸爸艾滋病发也走了。他爸爸不行的时候啊，他也没来告诉我们，一个人陪着他爸爸。是他把他爸爸送走的。等我们知道消息赶过来的时候，他在死人边上已经守了一天一夜。小鹏，只有这条狗和他相依为命了，就他一个人。小鹏，两位老师看你来了。小朋友，想不想跟两位老师去学校啊？那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小朋友，你可以跟他们一块吃一块住，一块学习，好不好？小鹏，你就答应去吧。啊，那里可以读书，吃穿不用愁。这两位老师可是你的大恩人呢。哎呦，这谁家小伙这么帅呀？哎，
我跟孩子说两句话，要不你回避一下。啊，我去给你拿个书包啊。小芳，从今天开始，学校就是你的家，老师和同学就是你的家人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师呢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你看啊，这个学校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同学，其他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呢，是带着大黄来上学。如果你的大黄哪天给其他小朋友带来了细菌，让他们生病了怎么办？如果大黄哪天不听话，把其他人咬了怎么办？大黄从来不会咬人的。他要是不听话，你说的也不算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决定把大黄送到别的地方寄养，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去看他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谁也不能把大黄送走。那大黄哪天万一真的被别人咬了，你能负得了责任吗？说，学校里边不让养大黄，把大黄送到别人家去。为什么要把大黄送别的地方去养啊？别送走大黄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别送走大黄啊！学校不能养狗，这是规定，必须这么执行。你怎么这样啊？行了，别哭了。发烧了，怎么样，欢？发烧了，来下来。干嘛去啊？废话，去医院呢？谁让你给他起的早？给其他学生检查一下，有问题跟我联系啊。没戴帽子。说啊，这种体质的孩子抵抗力非常弱，是，而且他很多饭里的药品非常少，对，你们要多注意，要注意啊，是。然后一会儿护士打完针，退了烧就没什么事了啊。好好，主任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只是感冒，打了针退了烧，没事了啊。就是不严重是吧？不严重不严重，有事办公室找我。好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
吴山，快点啊！刘静，吴静，我上课了。刘静，回来。怎么了？那个晚上咱俩换一下，你上那屋睡，我上这屋睡啊。那我不是，没事，我以前在这睡过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好了，我数到三啊，我看谁不进屋。三。金医生，杜鹃，啊，没事儿，于石，你帮我喂一下啊。啊，再见。老金，喂鱼去了。你这不有人喂吗？哪天我跟你谈谈。哎，回来。啥事整的神经兮兮的？来，坐下。哎，你不是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误会什么？被都给你铺上了，我能说完吗？他上那屋睡去，我上这屋睡，我们俩换过来了。你俩换房间了？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，他这两天吧，老睡不好，做噩梦，说梦话，孩子们睡不好，我就让他。来来，你告诉我一声啊！我进你房间不敲门，我现在进去多尴尬呀！你尴尬啥？你刚才进屋说他是不是在铺被呢？啊，那他又没脱了，没敞去，想多了你，整的我挺尴尬的。是勤奋，孩子缘还好。你说他来这么多天，他家能不着急吗？得想个办法，让他回去。起！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大家请坐。今天跟大家说个事儿，杜鹃老师在这儿陪伴我们有一个多月了。在这一个多月里边，他对我们的关怀，对我们的关爱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杜鹃老师。大家都知道，杜鹃老师呢，有自己的家人，有自己的朋友，有自己的生活。那么，杜鹃老师是否留下来继续陪伴我们学习呢？这个决定权给你们大家。大家认为杜鹃老师继续留下来陪我们学习的，请举手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我问三遍啊。同意杜鹃老师留下来的，请举手。同意留下来的，请举手。最后一遍。同意杜鹃老师留下来的，请举手。
孩子们。杜鹃，杜鹃，哎，没事吧？又做噩梦了吧？你还没睡？食堂明天做土豆，我帮他收拾出来。那我也一块儿吧。别，要弄好弄弄手啊！你坐着就行，坐哪坐哪。哎，你来我们这儿快一个多月了，45天了。哎，我记得真清楚，天上都记着。你为什么来这儿工作？我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吧。我以前生活挺平淡的，我从部队退伍以后，在一家中学当体育老师，和我青梅竹马的女友梅朵结婚了，她在一家酒吧唱歌，我们感情很好。哟，这么大的歌星也给她老公洗内裤啊？我不洗谁洗啊？真贤惠。哎，谁让你拍的呀？啊？我是拍给咱未来的儿子看的。去，你赶紧洗澡去啊！那我洗澡换的衣服在哪儿呢？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儿子，你看，这都是你妈的化妆品，可贵了，多败家啊！哪儿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呦呦呦！别动！真漂亮，看这小脸蛋，看这小蛮腰，腿这么长。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干嘛？你还怕走光啊？你就让儿子看这个呀？好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啵一个，哎呦，别说了，别拍了，哎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嘛呢？告诉我多长时间了？说话！半年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们要命啊？你不要命了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这样？老公，你听我说，我急，我错了，我急。老公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急。
我是。医院，他怎么了？等我到了医院以后，他已经走了。他是割腕自杀的。他给我留了一封信，说他得了艾滋病。他走以后，我也做了个检查，我也染上了艾滋病。我当时就把单位的工作给辞了，在家待了半年多，就跟宣判死刑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说我既然已经成为了这个群体里边的一员，我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。因为这个群体里有很多感染艾滋病的孤儿，他们的爸妈可能已经感染艾滋病死亡了，没人管他们，没有学校要他们，他们在哪儿吃饭呢？所以我就想，我说我能不能成立一个艾滋病孤儿学校，我回家就把我和我媳妇儿攒的钱全部取出来了，就租了这么个校舍，然后再把孤儿一个个接过来。你都看着了，他们挺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想，在我有生的这段时间里边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好。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得长一点，能够多照顾他们一点。小不点儿，你自己在这干嘛呢？我在这等我妈妈。你不说你长大了以后，你妈妈才来接你吗？我戴上红领巾了，我就长大了。哦，老师明白。那个，这个红领巾是谁的呀？来，把它摘了给老师好不好？来吧，哎，这个红领巾啊，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打架？我的红领巾不见了，我到处去找，到他那儿翻了翻他的相册，他就打我。怎么回事，高文？谁动我相册，我打谁！你们俩给我过来。那小不点儿，今天是不是犯错误了？嗯，是。犯错误咱们就改，好吗？真乖。浩宇老师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好，自己在这玩啊。怎么了？高文这个同学平时挺好的，但是今天竟然和小朋友打架。因为什么？我也不太知道。说一个丢了红领巾，一个不让看相册。相册我知道，他那相册从来不让别人看，
里边是他全家福，他妈妈去世了。哦，好像他爸爸最近也被公安局抓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没事，我去看看。啊？他怎么回事？想他妈妈了。今天是你过生日啊，来，把它带上，带上。今天呢是咱们学校张格格同学过5岁生日，我们大家祝他生日快乐。这首歌我也会唱，我妈妈走之前教过我。好吧，那你给大家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？祝我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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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我生日快乐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想给老师洗脚。你起来。为什么要给老师洗脚啊？我爸以前老惹我妈生气，我妈一生气，我爸就给我妈洗脚，我妈就不生气了。那你爸爸是不是老惹妈妈生气呀？嗯，我妈妈临死之前给爸爸说，只要你照顾好妈妈，你的错误都原谅你。后来妈就死了。你知道你今天错了吗？我知道，我求求老师原谅我。老师原谅你了，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和小朋友打架了，好吗？嗯。行，别哭了哦，赶紧回去睡觉吧，老师自己洗脚。老师，再见。Thank you.
辛苦了啊！哎呀，这么远的路不好找哈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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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辛苦了辛苦了啊！浩宇，哎，他们啊，他们是疾控部门派来给孩子们做检查的。如果孩子们的 CT 四细胞值要是高，就没事儿；如果低于50，那就是艾滋病晚期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小鹏，怎么了？吃了这些药也没有用。怎么没用啊？我爸跑了吗？吃了这些药也死。我就是妹妹，咋没说来欠我的？那吃了也吃了，谁来欠我的？那么多比你小弟弟妹妹都看着呢，丢不丢人啊？啊！男子汉还怕吃药？我不吃药，我不吃药，他们都是骗子。小鹏，咱是不是军人？是。是军人守纪律。准备归队，命令啊！立正，向右转，走走。浩宇，谢谢你带我来后山。其实我早就想领你到这儿来看看。我昨天看到你的学生证，然后给你的学校也打了电话。你们韩老师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我是实在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说。不是，是我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之前对你的态度，就是抱歉了。有什么好抱歉的？要不是因为你收留我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呢。嗨，再过一个月，医院就会出结果了。我等着被宣判呢。你不会有事儿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但愿吧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。怎么了？你妈刚才来电话了，你正上课呢，我接了。她说你爸住院了，特别着急，让你快点回去一趟。这是我应急用的1万块钱，你先拿着。我不要。应急用。谢谢。那这课我来，你快走。好。啊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你能知道吗？啊，娟儿，你看你，你爸爸他知道你来了，他听到了。妈，我爸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爸呀，他放完电影，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。当时那路面太窄了，他就连人带车都滚到山底下去了。这不，到医院都已经3天了，
大夫该想的办法全想了，现在就看天命。刘娟，你先在这守着，我已经3天没看见你妹妹了，我这心里着急呀，我回去把家里的事儿安排了，我走了啊。您慢点儿嘛。 咱们爷俩一直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正经的坐在一块儿说说话。以前每天白天我都上学，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您就走了。我就在想，我说我爸怎么老那么忙呢？我就一直想，我说什么时候我上了大学，我工作了，你跟我妈。 就能轻快点儿。爸，我现在真的挺好的。我在学校里，什么都好，那里的孩子让我觉得特别干净，特别舒服。所以，爸，等您好起来，咱们家就一切都好了。您多睡会儿。 上节课呢，咱们已经学会唱这首童年了。现在咱们来把它复习一遍，好吗？好。池塘边预备唱，池塘边的如初唱，知了的声声叫得夏天。池塘边的春天上，知了无边，停在桥边。黑色的上课等待着放学，等待着休息的后。
浩宇啊，感冒好点了吗？怎么不去吃饭了？发烧，吃不下。吃药了吗？但是我发现，好像吃药没以前管用。吃完以后还是发烧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快上战场了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别胡说，肯定是因为这几天老下雨，忽冷忽热的，孩子们也老感冒。过两天就好了。我给你做碗面吃。吃不下。尝尝我的手。哎，小不点儿，把老师那包拿来。谢谢。你看啊，当当当当，记住老师跟你说的话，以后只要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咱就不能随便拿。咱们一定不能随便拿，听见了吗？嗯。真乖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真漂亮。经理，去吧。你这发烧刚好，别跟孩子们一块跑了。没事，我好多了，跟他们跑跑我好得快。你上课去吧。那你慢点啊。后面跟上，跟上。哎，杜鹃，来来来，来。怎么了？今天应该是第89天，明天90天，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完了把消息告诉我啊。等你好消息，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吓我一跳！别怕，我过来给你送把伞。送伞干嘛？这山里边的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停的，明天你不检查去吗？伞能用上，拿着。谢谢。明天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走了。你干嘛去了？高文不见了，留了个条，说他去找他爸，他爸爸现在是保外就医，现在外边天这么黑，会下着雨，怕他不安全，我去找他。行，别忘了给我写信啊！你写什么信？你不是要给我的未来写封信吗？哦，行，我给你写信。注意安全啊！哎。为了救孩子，
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。杜鹃，我是。你叫杜鹃是吧？这你的换单。没事。哇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没事就好了。没事就好，咱们回学校吧。回学校吧，我去拿一下。
旗，唱国歌，向国旗敬礼，敬礼。